同学们，除了这个之外，学业上表现、专业的表现非常好之外，我们都知道，上一届我们的篮球队拿到全区的一个金牌。那么，我们也特别谢谢在座许多师长、贵宾、校长、主任对我们学校多年来的一个支持。那今天我们是运动会，原来呢，我们是可以在操场来做些比赛。今年运动会比较特别一点的是，我们也邀请了中原大学的老师还有同学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比赛。看今天大队接力，大家是没办法。中原大学也派了大队接力的队伍来参加我们大队接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参与呢？因为在礼拜前，我们和中原大学签约，我们两个学校现在是前龙的学校，也就是从明年的2月1号下学期开始，我们两个学校同学可以互相选课，到对方的学校去选课。那虽然是2月1号开始，这个学期已经有21位中原大学的同学到我们学校来修课，所以呢，我想鼓励在座各位同学，到下学期一定要想办法看中原大学有哪些你喜欢的课可以过去那边学。那事实上，中原大学有些课也开在我们学校，用我们的场地。最近他们的设计系，因为他们整修建筑物的关系，他们设计系的教室不够，就来用我们的新的教学大楼。那我也跟张光的校长说，来用我们的大楼，来我们这边开课，是我们可以衔接来修课。他说当然都没有问题。所以我特别跟他们报告这一点，除了欢迎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运动会之外，我们也欢迎他们的同学，我们的同学彼此到对方的学校来修课。我想两个学校的资源加起来，一定给两个学校的学生带来更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资源吧。大家就好好来利用，借这个机会跟各位报告一下。那难得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在这个时候来一起来参加运动会，也除了谢谢，再次谢谢在座各位贵宾的参与。那也祝我们今天的运动会虽然在室内，不过还是有很多活动可以在这边举行，希望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天。谢谢大家，谢谢。补充介绍，欢迎各位嘉宾，各位校友会的校友，还有各位与会的同学，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学校的运动会。在此勉励所有参加的选手，虽然外面有点下雨，但是大家要秉持的运动家的精神，胜不骄，败不馁，全力以赴，然后缔造佳绩。另外就是本人荣幸的在今年6月担任校友总会的会长、理事长，在这半年来深入的参观学校，我们学校的真的是我带了一些厂商来参观了以后，他们发现我们学校不管在师资设备、在软硬都是一流的科技大学。所以我在这里拜托各位高中职的校长、各位主任多多的介绍你们学校的学生来就读建行科技大学。我相信我们建行科技大学在未来一定是一流的科技大学。今天呢，祝我们学校校运昌隆，大会圆满成功，与会的所有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捐赠我
Thank you.
尽管地球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公主。
贡献不变大很多。因此，我们开始高傲自大起飞。
他就要在这个东西的，然后还有我们的伙伴，还有。
们这个项目哈，总共有8队，而我们计时。